以下内容呢可能是含有一些惊吓和恐怖的情节，亦都会涉及极不人道言论嘅。咁如果你是未满18岁、心智未成熟、孕妇，同埋你是有心脏病人士，甚至你根本你是接受不到这个系列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就快啲走，唔好入嚟睇，唔好入嚟听，食花生呢都未完啦。咁呢我就警告就警告咗啦。咁如果你哋都要入嚟睇嘅话呢，我都冇辦法阻止到你哋。放箭抽水，再放箭抽水。啊，慢慢放啦。你撞咗我，你撞咗我，你撞咗我咁多，哎呀，踢到就系，踢到打唔中，打唔中啊，打唔中啊，打唔中。星地爆六机 Dark Souls 3，咁呢次我哋去到最后一集啦。嗯，由于出咗少少问题啦，咁咧我哋依家就其实系最后补翻啲声上，因为啲声带坏咗。系啊，因为声带咧烂掉咗，咁而家我哋咧就翻去基地嗰度啦。咁所以咧、那个气氛咧就唔会好似咧系真系第一身玩咁激烈咯，系咯。或者好似可能有时会配搭得唔系咁好啊。系啊，同埋可能会个质素咧系会低咗，系唔好清嘅。咁个主要系纯解说啦，咁咧就系咯。方面佢咧就啱搞掂咗呢个，搞掂咗呢个嘻嘻王子啊。咁而家我哋要将啲皇冠嗰啲皇送翻上，即系新皇柴身啦，即系将所有新皇柴身全部摆翻上去个皇座，放翻上皇座入边啦。系啦，就系、是、咁样。系啦，咁除咗坐喺度嗰条粉枪之后咧，其实就全部可以放得噶啦。啊，先放咗呢个神。吞噬神子屎忽鬼先啦，系啦，咁之咧就到呢、這个嚟到呢、這个呢、這个不死队啦，深渊监察者系啦，不死队深渊监察者之后就最废一个，史上最废，史上最废嗰、那个，只要用嗰把暴风管束者就可以搞掂佢嗰个巨人又冇力嚟嘅巨人都唔知嗌佢都系系啦，力嚟巨人我都用嚟俾人秒杀嘅啫，即系系啦系啦。咁但系有时从你一个角度去谂啦，佢唔咁样俾人秒杀，就系佢秒杀我哋咯。咁啊系嘅，巨人王真系太高功力嘅，因为系好啦，最后星王，咦？点解企喺度唔得嘅？点解好似咁鬼嘢啊？你系摆错位啊？会唔会落去下边啊？嘛，可能系咁样啊。诶，有落下边，我试过劈咗一镬俾人。哦，你都系咁样企，系啊，我又想你以为咁样企上去就可以放到，系呢样，原来话下边嗰神子放到黐下线嘅，系咯、啊，有冇抽穿即系死圣王，跟住仲要方向唔啱添，你点摆啊，后面唔知道，OK 唔紧要啦，依家就落去，系咯、啊，咁、那个防火女就去到呢个萤火嗰度啦，之后就跪下啦，你睇防火行过去，如果依家劈死会点咧？冇劈死佢。如果呢个 moment 劈死黄火，你会点样咧？唔知啊，可能迟啲士啤酥会试下咯。唔紧要嘅 ，Tommy， 你可以试下嘅，试下。因为事关到时嘅时候咧，令到嗰个盲眼女人咧变成黄火女之后，你可以试下。盲眼女人咩？你完成咗佢做咗噶啦，佢做咗噶啦，佢已经做咗噶啦。咁、啊、嗰个 moment 下嘅时候，你就可以劈死佢啊嘛。冇啊，你试下，下次试下。O K， 系执下一执我哋，你试下睇。O K， 我会知道啊。O K。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就进入呢个火啦，就进入呢个最后一关啦，将所有嘅火嚟啦，入晒嚟啊！你阿妈系啦，所有火全部入晒嚟嘅，全部烧咗晒啲火，暗成个场暗晒，系啦，坐喺张凳嗰条粉皮又死埋。因为假设嘅所有成个场暗晒嘅时候咧，结果咧原来不知根已去咗个另一个场噶啦，会系啊，去另一个场噶啦，系。好搞笑成件事，即系不知道已经被传送走咗。传送走咗系去到唔知几多年之后咧，就系呢度呢度系废墟嚟噶嘛？唔系第一个火炉咩？唔系第二个火爐，即系个样系废墟咯，就系。系咯。总之都系呢个样噶啦。系咯，全部黑晒啦，塌晒啊！而防你条女防火你都唔出去边啊？系啦。好啦，咁而家咧就将所有身亡嘅火咧就摆在喺呢个防火女个手度，然之后咧
个高手咧就接受呢个火啦。嚟啦，啲火淋落嚟啦，淋落去高手度啦。我唔明白点解淋完之后仲要只抽大，唔知啊。咪就系、是、嗰五个新王合体成为一个新王化身咯。但系我就系、是、个火系你就系你噶啦，做乜事仲要嚼嘅？系咪先？做乜事仲要接受试炼嘅？因为仲有个新王喺度咯。仲有个新王花生喺度阻住晒咯，你鬼都冇先得咯，阻住晒，阻住晒个地球转。你就为咗揼佢咯，唔紧要啦，为咗揼佢啫嘛，唔紧要啦，由佢冇乜所谓啊。系啦，反正只不过系一个废柴，用嚟俾秒杀嘅用。边只酷用用嚟做咩？被秒杀用啊？被秒杀用嘅呢个最后大佬咯。不过所以其实讲真，以最后打嚟讲咧，呢集嘅最后打都算系比较弱嘅啫。系嘅，初始之火的火炉。咁不过如果本不过如果咁光嘅喂死嘢咩？咁光嘅喂，可能系因为我个画面搞得太光啦。咁光做乜出啊？唔系啊，其实我玩嗰阵时系真系好黑噶。哦，应该有系咪等教光呢个 mon 嚟嘅？或者呢片关系？系啊，教翻嗰个 mon。唔系，但系个 mon 本身光嘅啦，其实。唔系，我唔系讲个，因为我系讲下游戏啊。你等教光啲游戏去玩啲魔啊？因为呢度我基本上嚟讲，你唔用火把嘅魔，你睇唔到嘢嘅，你系。系啊，系啊，系啊。跟住见到啦，依家咧就。但就算冇火把嘅话，我都系咁粗嚟咁行。框一个圈，框一个圈啦。咁依家就系啊，见到个场依然一乸样嘅咯，系。一乸样。乜 Q 冇晒话啫。系啊，但系因为有啲改变咗废墟关系咧，就。不过就呢度，我觉得呢度咧，其实比较接近嗰、那个喺无名王者度，唔系喺呢个英雄古达嗰度嘅。英雄古达。英雄古达嗰被废弃嘅制作场嗰度啊。系啊系啊。好似嗰度嚟嘅。系啊。都系黑麻麻嘛。系啊，乜都冇晒咯。系啊。只不过佢比呢个更加样嘢唔同就系、是、佢连萤火都冇埋咯。连萤火都冇埋。呢度做萤火啊嘛。嗰度已经系嗰度冇，嗰度系冇萤火噶嘛。咁啊，但系同埋呢度封咗条路，嗰度未封，系封晒咯条路系，因为倒塌晒关系。出晒去出嚟嘅时候咧，就变咗成个地方唔同晒啦。系啦，即系我只系想话俾你，前有绝境其实。系咯，都系绝境嚟嘅啫。不过就今集咧，《Dark Souls 3》咧真系好多绝境，啲玩好靓。系啊，绝境嚟咯，绝对。好啦，我哋而家就去啦。移师过去啦，移师去边度咧？移师到呢个最后嘅萤火啊！移师最后萤火就系、是，即系成个 feel 就好似世界末日后嗰啲 feel 啦。啊，唔紧要，就算点都好都冇关系啊！反正阵间你就见到另一条友佢嚟拯救咯，一个人嚟帮助吓，系啦，几多？几多？我哋系要教翻文化先嘅。我哋系要教翻文化先嘅，系 D 七六八九，你真系成日要改文化嘅咁样嘛？好嚟啦，点着萤火？啊，我咧，我喺边啊？系咯，我喺上边噶嘛，系嘛？好似系咪喺上面咧？我记得我上少少 mark 噶嘛，啊，呢度我见到你啦，见到你啦。好啦，照我过嚟啦。咁就照阿茶哥过嚟啦，就。点解你唔系教角色名嘅睇？你架睇账号嘅，系啊，你惊认唔到我角色名啊？系啊，我角色名，我角色先系茶哥， okay. 我账号唔系茶哥。O K， 好啦，我来也。好啦，咁我茶哥就嚟咗啦。哇，发觉条血都依然系夹上限下降咗，个标记话俾你听。正常啊。我唯领去到千三嘅添，至少。Hello， 好，咁而家我哋咧就上去啦，上去打呢个新王门的化身啦。而家我哋，咁你见到其实咧打新王的化身咧，阵间我点知佢头先冲一支箭冲咗上前啦，因为咧我已经打成几百次啦，太易打佢，系，已经记得晒点打。咁我嗰个咪后都打佢几次嘅。不过我都系操，都系操翻我自己嘅走位咯。我等咁快咁快企咁前，就系想等你可以中咗个太阳誓言，点结果已经冇食到，冇食到，自己都唔记得用识别添。系咯，唔紧要，嚟啦，哎，碌开先，碌开。其实三红花生嘅，几乎都系中，几乎都系打，只要识得走位得噶，同埋唔可以探刀。
几乎俾佢劈中啊！真系头先有个头先有位顶住咗，咁而家食完咋？好啦，咁实施啦，放箭抽水，再放箭抽水，系啊，慢慢放啦。你劈咗我，你劈咗，你仲冇咩用咗？哎呀，劈到就系劈到，但唔痛，打唔中啊，打唔中啦，打唔中啦。好，咁而家茶哥咧就容易打中我咩？吓，到我打你啊！你咧，我再扣一下先。喂，哎呀，错过咗，我屌，错过吹啊挡。不过你发觉咧，真系咧，其实咧，算啦，咁就解说法啦，咁搞法好似戆居。系啊，其实咧，佢呢位咧，主要咧，嗱，佢而家变咗弯刀形态啦。其实弯刀系比较麻烦，因为佢啲攻击咧，多数都系摆埋左边、右边咁样嘅。系。即系咧，系直剑，佢用大剑嘅时候咧，多数都系你系要。其实佢都系用翻我哋嗰种嘅前后左啊，咁就可以咩？系啊，就可以屈死佢。哎呀，又错咗啦！通常呢啲咧就佢瞓低嘅时候系劈佢好机会啊，不过亦都唔劈太多，通常三刀够嘅。系咯，三刀就要走噶啦。咁啊，而家佢啦，咁你可以避住佢啦。咁趁依家射佢两下先。系咯。通常射之后咧，如果远距离嘅话咧，佢就系破先破向攻击佢嘅友啊。然之后咧，佢就会直接用呢招大招。通常所以通常咧，我会自己打先，但系你竟然射箭咧，搞到令我有少少失咗预算。哦。不过大咁，佢嗰劈都唔算叫痛啦。但系错失咗劈多佢两刀嘅机会，我觉得。O K。就系咁嘅，通常好易打，佢呢个状态更加易打，因为佢咧冇其他变形态。佢向大剑啫嘛，向大痛。同埋咧，佢咧个硬直度更加大咗。只要咧，你真系超级小心地咧，我唔系顾住要顾住又嘢成嘅咁样嘅，又唔关事，唔关事。好，求死，话你唔对先。开，最紧要就系呢招要识得避咯，因为招系太连太大，威力太大。系啊，嗰招咧其实插点系咧扣到成五百几可以。嗱呢招咧就系咧，系咁碌，系咁碌要。唔使嘅，碌下，因为其实佢呢招本身咧，佢会瞄住一个人啊，即系佢慢慢，佢比平时嘅雷枪慢好多啊。OK， 佢通常咧，同埋佢电定性一击劈死你啊，劈死条友仔啊，电定性一击而家啊。佢望向嗰边嗰条友，佢抌上去嘅时候咧，咁你就瞄嗰条友嘅，咁其他都露射佢。系啊。好啊，咁冇咁快咧，我哋咧就已经打死咗呢个新毛嘅呢个化身，我哋换咗呢个宝箱怪，食翻啲灵魂啦。攞多啲灵魂先，好似四个应该有。系啦，好啦，咁呢个高手咧打败咗呢个新王化身之后咧，就终于成为咗呢个高手、高手、高高手啦。咁呢啲系啊。好啦，咁我哋咧就完咗呢集佢啦。咁呢片鍾意就 like， 唔鍾意 dislike 就可以留返低 comment 嘅啊。你冇录埋咩咁啊？录埋 ending 嘅咩？录埋咧？你唔记得咗录 end？ 你冇录 ending 嘅，我想话。ending 啊？有，嗰个即系喺个片开之前，我哋讲声拜拜先啦。OK。好啦，今集圣地暴击 Dark Souls 三系列咧，我哋就暂时咧就已经系完结噶。咁又有 Dark Souls 三，我哋再玩，即系我哋再有 DLC 嘅话，我哋再玩过啦。好，再见。完。